以后到高山来摘猕猴桃了，这是去年摘的，这哇今年又结了很多，但是都比较细颗，还是有些大颗点的，一般大小。看看这网多不多，藤藤特别多，结的比较少。看一下这个山高不高，要爬到树树上来走，站在这下面有条马路。周围都是竹林，在对面那山坡坡，看有没有。这里面把绳子撑开，周围都是绳子。这是边种的桃叶，周围的野猪都是说种烤鸭的话不会损失。上面有一笼比较大一点的大颗颗，不晓得这些没得。真的很穷，怎么是那种？这根藤子去年结的全是大颗，今年这上面一颗都没结。去年的时候那个干得要死不活的，那叶子都干烂了。今年长得这么茂密，可能要歇一年，明年继续结。这棵藤就长得大颗，去年这干得要死啊，今年发的这么好，一颗都没得。你走下一家啊，藤藤长得洞口，就在上面看一下有没得，折了就往那边下来。这个东西相当难整，特别是大颗点的，小颗的都算大颗的少。还闲着闲了的，关键是折不到啊！看这个，这个啷个走？这路，光是从草丛中。这里面的绳子才多，
哎呀，行。哎呀，这上面就那有几粒，但是结太少。哎呀，干嘛结的有，但是结的比较少，东颗西颗。从这个时候爬上去，把这几块大的摘了。不得不说，我的爬树技术又进了一步，所以这边就爬了，和猴子一般，看吧。那边就知道了那边，这几个，看吧，并不是那么简单，这个还要会爬树，眼睛还要亮一点才能看到，怎么搞？桃子长在这树上的，这里好多，这上面有些，这大山的猎物上就是这么丰富，树上有猕猴桃，树下有那个粽叶，可以包粽子，还有对面有些竹子、板笋子，这三种东西都是相当的不错的。这就是著名的乌贝子，这根树上还长东西，那边还有一个。这四周围都是那个猕猴桃藤，但是都没结果，结起了都是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太少了。这棵树上有些，但是稀枯了。这里真不是人来的地方，这里人太生疏，远远望见一串儿，好像也摘不到。这不是来研究了吗？这一串儿，这个头是一般大小，远远望去那边也有一串儿。但是都太小颗了。